大家好，这里是一二水族，欢迎大家点赞以及关注。我们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食人鱼了。其实食人鱼就是水虎嘛，水虎的品种呢有很多。我们以前分享过这个红腹，还分享过新骨黑石，然后今天呢再来一个比较贵的、比较特殊一点的，它的名字呢叫做马金纳提。这种鱼在水族行业差不多23公分左右吧。要卖到4000块一条，比红腹要贵多了。而且马金纳提呢，它可以长到27公分，属于是比较大的、比较猛的一种食人鱼了。这种鱼本身它就属于是热带鱼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水温25-26度，然后 pH 值6.5到7.2之间。平时喂食嘛，你就可以喂它吃肉了。你买回来那个生鱼，切成鱼段，或者说买这个活体的草筋来喂它，这都可以。养这种鱼其实很好养，就跟普通的热带鱼是一样的养法，但是这种鱼呢是比较凶猛的，而且是食肉鱼。大家也知道这种鱼的牙齿非常的厉害，你们平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，别有事没事就把手给伸到这个水里面去了，它真敢咬你的手指去。以前还真有这个鱼友被人家咬到过的，大家自己多多注意吧。